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县，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县。三仙博士后里道场三宝寺住持圆宗禅师及夫人与各位法师讲师，各位唯心贤士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佛光普照，神光普遍啊，照耀大地，照耀三宝寺、唯心圣殿、三宝佛如来及王禅老祖、六位祖宗、诸祖灵啊，今天。元月八日，闰元年元月八日，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又八天了。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圣事，在今年，老祖也要出巡停工出诊。台湾平安和过年，在前年啊，己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停工出巡，台湾平安和过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三年之内，世界地球。虚空法界没有变换，但是人类的生命很大的冲击，所以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蔓延整个的地球，人类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更多的人，人当然会死，但是要死得其实。啊，在这个末法时期，上天用这样来考验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但。难道都没有去审视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即是我们今天唯心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师尊三宝佛、观世菩萨、地藏王菩萨、瑶池金母娘娘间接直接。开示我们，这就是有业报，业报发生是无量劫以前累积到现在来，所以对地球人类的警告要有爱，可是在这一段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难道众生人类都没有去审视吗？这是很怀疑人来世间上究竟修的是什么。所以王禅老祖、瑶池金母啊，时时提醒我们要先从爱开始，
爱和珍惜众生的生命，珍惜自我的生命，珍惜人与人的生存权利，这是我们修行的方向。所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药师金母、大天尊、道教慈航，不厌其烦的用各种方式来唤醒人类，可是人类有没有损失呢？老祖呢开示我们，人类不知损失，但是我们人自己要自我损失，我们就可以减少业报，可以化解这个业报的争端。所以今天的疫情是累积无量劫来共同的业报，先世的罪报在这一生发生了。老祖开示我们，我们一定要修行，你这修的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维新正教禅机山三宝寺，在幻变学院的圆中禅师的带领之下，和所有的法师，在本教各分寺道场出广长舌相，弘法利生，弘扬维新正教三十三经的功德，来回向也名扬两界天人多生父母冤亲债主回向，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名扬两界多生父母累劫冤亲债主经过法音的宣讨，能够明心见性，速速反省忏悔。我相信这个业报天恩很快就会平静下来。所以在辛丑年台湾疫情那么严重，蠢蠢欲动，在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将五千年前的累积恩怨情仇从蚩尤立足，化解干戈习战争，到了现在五千年了，3762次大小战争的业报没完没了。所以以这个时代，以天恩疫情来凸显业报的真实性。所以在去年辛丑年经过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及各位法师的共同努力修行，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终于台湾平安了所以这一个事情是我们该尽的责任，也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普度我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可以仰仗天威，加持台湾平安。
刚才佛光普照，照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黄檀老祖的圣像，佛光普照，在启示我们海峡两岸的三泽儿女的恩怨情仇，化解干戈惜战争，是需要仰仗三宝佛、黄檀老祖、地藏王菩萨和诸佛菩萨的天威来化解。所以今天啊，我们谨遵黄檀老祖圣事啊，恭请提供出神开天九大菩萨、五百尊者啊、七十二天师如来，也都光降三宝寺，受我为心弟子，侯会众等身口意供养，共修圣法，以为天下太平的本愿。啊，所以我很感恩各位同修，大家这么用心，啊，努力，新春就开始拜三千佛，每天诵经来供养中华三祖：神龙炎帝祖、轩辕黄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啊，以下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明，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啊，齐武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明，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明，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总根源的安分立破，在维新圣教和长吉山三宝寺所领的天命。所以老祖啊，大慈大悲，要求圆宗院长带领各位务必尽职尽天命，来圆满两岸三子儿女的和谐共存、和平共处啊，共生共荣。这是我们今后三宝寺所修行的目标。一，三子儿女要和平相处，带来共生共荣，到最后一个总境界就是同登极乐净土彼岸啊。所以今天春酒啊，我带着黄檀老祖、开天九大菩萨的心声，啊，来到三宝寺。总之，天命唯愿大家共同来打拼，共同来努力，做到两岸一家亲，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尊敬的师父、尊敬的师母，以及各位
法师、讲师、诵经师、和会众等，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好。好，我们刚才上回下元禅师已经给我们指示了，今年我们维新圣教护理三宝寺该走的路径，大家都听到了。希望呢，各位同心同力，来达到上文下元禅师所指示的一切，能满愿，好不好？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在此呢，也祝福各位今年身体健康，财源滚进，事事如意，心想事成。好，阿弥陀佛。我们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住持圆理法师及各单位主管、法师、讲师、准讲师、神职人员及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大家辛丑年平安，壬寅年也平安，恭喜大家百业兴化，恭喜大家福慧增长。刚才听了我们台中道场锣鼓喧天，上达天庭，下达地狱，中通人心，三才一以贯之，这是好的开始。我除了祝愿各位维新弟子、贤士同修，新的一年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快乐。今年的太岁交接，十九届、二十届来交接。这个太岁交接的文化，虽然是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以这一种最符合人性化的太岁交接创始人者、开创者，就是台中道场圆义法师，他的开创，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二十届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太岁每年的交接一直下去，一改一改，滴滴循环内，好不好？恁的好的一句咧，我心里很感动，就是讲，我每年拢要有同修，大家来相伴，教我做伴。啊，咱大家拢互相相做伴，啊，直直法脉延连，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拢能平安。幸福快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百万的兵，淹没星空庙的雪。各位维新正教主览道场，所有学士同修，大家恭喜，祝大家未来人人平安，人人如意。阿弥陀佛。竹南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竹南道场的潜能是无限。在延南讲师那碧华同修夫妇承接言语法师之后，一切重新开始，人事已变，世事已灰，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道性，名利千秋，利天利众利民，这个是修行的潜能，是修行最大的功德本。竹篮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竹篮道场是苗栗新竹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点。自从去年圆理法师圆寂之后，天意就指派延南讲师韩夫妇把这个担子接下来，这是如来置业。延南讲师夫妇也是很有智慧的，一口答应，已经尽全心全力，毕生之力来行这个道，这是人生无限的功德本。这个在视线启示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都是同一个道理呀。尤其我们个人的修行非常的重要，个人的修行也是代表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的一切的一切，在一切。所以新竹竹篮道场的道务，未来我们要走的路会很长也很远，
啊，各位同修，啊，你们也都是开国长老，啊，希望各位同修把心定下来，好好的把法接好，好好的把法自己好好修。然后未来千秋万世，在宇宙虚空，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有永续、永恒的如来智业，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今天。闰年年一月十号，啊，我们谨遵王禅老祖教主的启示，啊，提供出巡，啊，台湾平安富贵你，啊，那今天十号，啊，一大早。出发到竹篮道场来，代表王禅老祖，代表请提供啊，开天九大菩萨啊，还有龙天护法、太极天七色天师，哎，都已经光降。竹篮道场，啊，护佑、束缚，啊，给侠呢，家家户户平安，和敬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我们修行者。最基本的认知和我们的心念啊，在这里祝福各位同修啊，大家啊，阖家平安，祝福我们竹篮地区啊，家家户户平安。也祝福竹篮道场，啥呢？未来经济建设发达，在过去啊40年来，老祖光降台湾净土，啊，我们可以冷静的来研究。自从老祖光降台湾40年之后，到现在来，算是历史上最平安、最和谐的那个天下一家亲的了。啊，在此祝福各位，我们都能满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谢谢师父开恩。原来讲师呢，他是一位企业家，啊，到了年纪，上年纪来呢，换跑道来行道，弘法利生，这个事就是千秋万世。啊，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要修道、修行。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圆南讲师，啊，来为各位祝贺。Thank you.
祝大家新年快乐哦，啊，福慧增长哦，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哦。去年师父有开示啊，哈，我们要珍惜这个法，要把握当下，哦，要把握当下哈，把这个法接好，哦，大家一定会平安，哦，啊，师父去年又鼓励大家说，哦，只有多诵经，哦，只有多诵经，哦，一定阖家会平安，哦，所以大家应该牢记在心，多诵经，哦，啊，多来接这个圣法，把握当下，哦，啊，祝福大家哈，道业精进，哦，啊，阖家平安，哦，啊，另外，师父去年有传一个法，就是说，那个我们台长，他岳父哦，他那个邪灵那个入侵嘛哈，结果师父那个用那个宝典哦，宝典那个香薰哈，把它化煞哦哦，还有一位叫罗师兄，他孩子是在长庚医院当医生哦，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邪灵哈冲煞的问题哦，结果也是请师父哦，请师父用那个宝典哦，宝典香薰哦来化煞哦，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应该师父有道，我们应该一定要到哦，可以随时都可以接到很多很多圣法哦啊，师父哈也会是到场那个天德旗。哦，天德起，哦，天德起来化煞也很有效，所以，邪淫众等哈，假如有这个问题哈，可以带到道场来哦，我们可以用宝典，用那个天德起哦，来帮他消灾解厄哈。另外，师父昨天在那个天堂有开示哈，我们。今后的天命哦，是要解因释结哦，消灾化解哦为重点哦。然后我们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就遵照师父的那个法医哦，我们大家努力来做，在主人道场努力来配合。总而一句话了，就是把握当下了哈、哦、啊，大家依法不依人呐、啊、哦啊，大家来精进哦。啊，师父也同意说，那个我们造场大概是我来是一个四间，四天室啊，是上次有提到，说四天室哦，我们会尽快把它成立哦，啊，将各种的妙法哦，在那边大家哈、哦、可以来观赏啊。另外，我有请示师父说，那个我们正极班有的反映说。有的不懂哈，不懂哈，不知道请教谁哈。然后我又请教师父说，是不是我们正极班的一些那个道藏的东西，有一些口译本的哈，那个资料是不是我们道场哦来供应，我们来设立，供养了，我们设立一个图书馆，哦，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借，来这边共修，哦，所以勉励大家了哦。把握当下啦，哦啊，追随师父的脚步哦，永不退道哦，大家共勉哦，阿弥陀佛。跟随的师父是也是我是16届的，也是很早哦啊，而且我是华人班哦，跟随的师父到印尼去，又回来哦，华人班也学了啊，然后回来有这个机缘呐。福报大了，就是师父来帮我订婚金线，然后师父来帮我这那个环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大门立像，还有一些佛像的立像，那师父说开示说老祖要来，哇，我听到很高兴，说老祖要来，我真的是我们家真的福报很大，既然老祖要来，我就跟师父报告说。我隔壁这一块虽然不大，我就先盖给老祖用，
啊，老祖可以护佑我们苗栗境内、我们竹南境内、头份境内大家阖家平安，大家来共修这个法轮，哦，接这个法，哦，真的很感恩诸位同修，真的不嫌弃我们这边是有稍微偏远一点点，但是也算是中心喽，我们头份的中心，未来我们这边师父，我给你报告一下。我们前市长徐定珍也来了，哦，啊，他要选下届 的县长，以后假如他有选上，我们这边竹南道场附近的这个周围的设备会更周全、更方便、更好，所以我们现在也预祝他啊竞选成功啊！谢谢大家同修的护持。你看，我们乡祭组早上六点就从新竹来到六点多，啊，真的啊，每个人那个杨梅的啊，那个郑师兄、师姐，还有宇杰师父，这位宇杰，他就住在我们那个隔壁房子那边，住在那边。他说今天师父要来，他特地请假。哦，啊，对呀，啊，而且你看大家都很那个。很花心，还有那个雪清竹东水泥厂的那个厂长，他今天上班也赶过来了，还有我们的陈正光师兄，他义不容辞的来担任司仪，还有我们那个外厂，我们竹南的外厂那个黑部队的杨玉华，他七早八早也从杨美从宝山过来，大家都这样子的护持。好，很花心，哦，应该是大家这么花心，我们竹南道场一定会发扬光大，会把这个老祖的这个心法、这个道业会传承得很好，大家共同的美丽。阿弥陀佛，谢谢，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圆贤法师及夫人，在座各位讲师、准讲师及所有学士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首先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天公出巡，龙天护法、开天九大菩萨，也同时的光降到竹北一心道场，受我维新贤士同修前进的恭请和祭拜。以祈祷，我们祈祷天公赐福，给我们一心道场下内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平安，祈祷祝福加持我们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同修，闰一年平安、幸福和快乐。我们从一月五日开始提供出巡，第一站到高雄。一直往北，今天已经1月10号，
来到一心道场，在一心道场呢，这个道场所发挥的，就是家家户户的人人身体健康和事业的平安。那因为一心道场的风水宝地是万水朝中，花百代，这个点不大，但是这个地理的真气是宇宙虚空的一个点的总凝聚在这里，所以一心道场同修在这里修行学道，首先是先开发加持灌顶我们的智慧，加持我们的心是和谐的，我们的念是端正的，我们的行为是积极的，这很重要。结果我们一心道场在圆显法师的带领之下，这个条件都具足了，我们赞叹圆显法师的智慧。庙不在大，有仙则灵，风水不在大，有气则灵，这是必然的条件。所以一心道场具足了，我们祈祷提供开天九大菩萨、太极天七十二天师及所有诸佛菩萨，能够满大家的所愿，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大家共同相互勉励，我们现在就请圆显法师来为各位祝贺。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我们敬爱的师父、我们贤士同修，大家新年快乐，阿弥陀佛。今天非常高兴、荣幸，师父代表玉皇大帝、九大菩萨、诸佛菩萨出巡，来到一心道场，赐福大家。刚才师父有开示，新竹县市地区大家的平安、幸福以及智慧，大家都能够精进。那非常感谢老祖佛菩萨给我们这块宝地，那我们好好利用这个宝地呢，好好修行。师父也开示，我们这边是坎为水六爻变风水患，坎卦是我们地理的外形，是符合的，先天后天都是对的。坎为水变六爻变风水患，患就患散了，不是要我们涣散，是要拯救涣散。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在这边学习易经风水妙法，能够利益大众，这是我们修行的方向，用易经风水百家思想来给社会付出，能够利益社会。今天非常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原先也是半夜睡不着，因为很高兴，也会紧张。啊，师父、天公、玉皇大帝、九大菩萨都来，啊，那非常感恩师父给我这个机会，也代表一心道场的同贤士同修，感恩师父，啊，能够带领我们好好的修行，感恩师父，阿弥陀佛。